TVB 越来越重口味。原委豪强稳郭子豪，二代猛男嘿嘿魏晋龙。网民好恶心啊。三个女人一个音，有份演出郭子豪早前在预告透露剧中和袁伟豪 Ben 及陈志 Jason 有亲亲吻戏，这次更是郭子豪献出的荧幕初吻。而在今晚播出的一集之中，终于出现这两场局嘴场面。话说 Ben 在剧中被饰演模特的子豪误以为是同性恋，当时 Ben 按着子豪的双脚帮子豪做 sit up， 两人的嘴唇只有几厘米的距离，子豪还边做边问对方几时发现自己中意男人，画面加对白简直激情爆灯。后来 Ben 因为踩到树枝显脚而整个人扑向口张开的子豪，造就这个男男之吻。之后讲到子豪与饰演宽频公司 CEO 的 Jason 为了公司宣传而拍了一段男男局嘴宣传片，不过就只有匆匆一个镜头交代。而子豪在新一集中将会再次立牌的帅机。